应该都忘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复习一次，我们再复习一次。好，第一个，柴玲可以帮我念吗？包，对，包，包饺子，或是包礼物，都可以包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方婷，饺子。饺子，饺子，饺子，对，饺子 ，dumplings， 饺子，饺子。好，下一个，孙豪，脱，对，脱 ，take off， remove， 脱衣服或是脱鞋，脱鞋子。我们看下一个，杰森，鞋，对，鞋，那我们也常说鞋子，鞋子，那鞋子我们会说一双 ，the major word， 双，一双鞋子，两双鞋子，三双鞋子。慧娜，关，对，关 ，close， 关门或是关窗户，窗户 is window， 关。淑贤。树贤，门，对，门 ，door， 门。杨过，春卷，对，春卷。下一个，因为我们有新的同学，新的同学，传伟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嘿，请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船尾，船尾，好 ，OK， 好，请你念。我们现在在复习泡菜，对，泡菜 kimchi， 韩国的泡菜。好，下一个柴玲，饭厅，对，饭厅吃饭，在家吃饭的地方我们叫饭厅。慧娜，跳。对，下是 means enough space to accommodate， 想坐得下，诶，你的饭厅坐得下吗？还有，你的行李箱 luggage 放得下吗？放得下，坐得下。哦，下一个，杨过，洗，对，洗，洗手 wash 洗。杰森，我在。对，做菜 cook 做菜。孙豪，水饺。对，水饺。那水饺我们常说是用水煮的，像在水里面煮的水饺。方婷，煮。对，煮，像煮水饺 cook， 煮泡面，煮泡面。常伟。
坏，对 ，go to bad， 坏的，像电视坏了，哎，家具坏了。好，彩铃。破。破破。对，破。好，竖弦。弦。对，线儿。那在台湾，我们不太说这个，我们都说线，线里面的线很好吃。好，慧娜。扁。很好，下一个杰森。材料。对，材料，材料。做东西、做菜的时候需要准备材料。好，孙豪。倒。对，倒 is a major word for dishes。一道菜，两道菜，很多道菜。方婷。薄。对，薄。那薄可以是一个compliment behind the verb， 像 我吃饱了，诶，吃饱了吗？你们吃饱了吗？好，成为。长尾，光，对，光光 ，compliment behind the verb， 光，好像这个，哎，他吃光了，吃光了。慧娜，锅子，对，锅子，锅子。杨过，筷子，很好。彩铃，碗，很好。孙豪，韩国，韩国很好。树贤，看不出来。对，看不出来 ，can't tell。看不出来，你会做饭，看不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个。等一下，你会看一个图片 picture， 你可以想可以怎么说？哎 ，That's impossible。像第一个，哎，看不出来他有四五个女朋友，还是你可以写，哎，想不到，想不到他交了四五个女朋友，像这样子，你可以用看不出来，你也可以说，哎，想不到来写。像这个女生，她在包饺子，那她包的很快还是很慢？那这个女生在吃饭，她吃的很多还是吃的很健康 ，healthy 健康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
什么是干净包饺子？什么意思？你要说他的桌子很干净吗？那你应该说你想不到，没想到他可以包饺子，包得很干净，包得很干净。想不到他会包饺子，包的那么快，包的那么快。哦，再一分钟，再一分钟。这里应该说他包的饺子，哎，他包饺子包的很快啊，他包饺子包的很快啊。好，那我想问，哎，有没有人想说，你写什么？杨过，你写什么？我写看不出来这位阿姨在十秒的时间包的万饺子。哎，很好很好，十秒十秒 ,10 second, 可以。好，第二个第二个。有没有人想说你想说吗？好，杨过请说。哦好。看不出来这位阿姨吃得了所有的饭。为什么都是阿姨？不是姐姐还是小姐？看起来叫阿姨比较合适。好好好好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有没有人其他写什么？你写什么你想说的？第二个。慧娜呢？你写什么？我写他看不出来可以吃很多食物。好，因为他很瘦，对不对？看不出来他可以吃很多食物。好，他看不出来吃很多菜。好，那我们常说看不出来的时候，会在前面，看不出来他吃很多的菜。没想到他吃那么多的菜，好，所以看不出来，没想到都会在前面，都会在前面。好，那我们再练习。你看这个小孩，诶，他跑得很快。那第二个呢？这里有很多的超商。都是超商。